我等乃郭将军麾下禁军，奉命来援。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？是我，是我方格子叫的。郭将军曾经经常带义司进宫，给圣人讲经。他很喜欢听义司说话。他曾经说过，只要景司有事，他必来相助。 官卿，将此犯押回静安寺。哪个衙门的？我是静安寺都尉张咬敬，今日负责查办，缺了霍敦一案。缺了霍敦案，已经奉旨结案了。方才我等护送郭将军去传的旨。静安寺正在彻查波斯寺遇袭重案，波斯僧死伤。静僧，静思总共死伤21位静僧。凶犯需押回静安寺审理。 方才，郭令氏调了禁军去波斯寺助静安寺押运人犯，禁军一路浩荡，路人皆知。此人一直小心揣度圣意，不肯明显偏袒太子，也不明显偏袒右相。世人皆以他的态度来判断圣人对两党的态度。此时，他公然相助太子一党，会使林议论，以为圣心圣眷转向了太子。 你说，今日长安之乱，郭将军知道多少？真要是谋刺当朝宰相，乃是大案；若是预先知情不报，便是同谋之罪。 臣。 皆知，圣人口谕。阁奴老儿，别缩坐在家中了。今日高兴，快来陪四郎一道吃饭。严太真进了一个吃席的新法子，热闹痛快。你们都赶紧着来，不准迟了。遵旨。 一眨眼，你也60了。何今八十有六了。日前才称老之将至，你我还年轻。<笑>不扰了。啊，林公，赶紧收拾上路。圣人赐谕，口气虽平和。
可说的时候，脸色不太好。望子皇孙、文武百官，还有诸国的使节，早就在华萼香辉楼等候多时了。太子也一路赶着到了大明宫迎驾，又想若是再不动身，迟了，可真不是闹的。太子此时和圣人在一起，是。圣人是否向太子提起一份公文？林某方才密呈圣人的，不曾。啊，公文所言，既是密报，郭某不听也罢。我见他筹建静安司，意图掩护狼卫，趁今夜谋刺在下。又想是在跟郭某破灯谜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人证是王忠思之女，王忠思如今在宫中炙手可热，百姓拥戴，他家人所言没人不信。啊，圣人还等着郭某回去复命呢。郭翁现下知道了，郭翁以为该如何做呀？该抓谁抓谁，比如静安司司丞李弼，该抓吧。右相的公事，郭某就不瞎掺和了。郭翁以为太子之情吗？郭某10岁起就在宫里跑腿传信儿，经五周为后还能活到今天，就是因为学会了6个字。不瞎猜，不乱说。林某28岁还是街上的混混，如今身居相位，能为大唐做点事儿，尽一份力，全靠4个字，揣度人心。公啊，你想过没有，圣人为何偏偏此时让你传口谕于我呢？圣人啊，必是看了公文，圣心难决，想征求你的意见呢，又怕你不肯直言，所以遣你到我这里来，是想借林母的口说给你听啊。右相的心思幽深曲折，猜的个真的是。哎呀，圣人是想知道国公是帮我呢还是帮太子呢？这是白话，听懂了吗？到乐游原上何执政宅子，拿住妻子和父，悄悄去，莫要人知。记住，何福隐匿身份，独自作案，与他人无干。惹。你来早了，何公子。
这些沉香木，好东西啊！光是找齐了它们，再运进这长安城里来，就够大唐几十户寻常百姓倾家荡产的了。这眼子上头边缘有一圈可活动的连水地，遇雨则收储不歇，到了酷暑时分，只消把连水地抬起一条小缝，便有清水从四边庭院倾泻而下，犹如水帘，人在其中风凉之至，故名自雨亭。何公子好见识啊！你们这些有钱人呢，真会玩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姓何。这里本是我家的宅子，只是林九郎构陷我亲生父亲，杀我全家于刘沛路上，此宅也被他纳入名下，控制多年。他今天怎么想也想不到，想要杀他的人就躲在他名下的宅院里。伏火雷都装好了没有？林九郎就要动身了，趁他在路上的时候下手最方便。再等等。我等这个机会，我等了十年了。你让我等等。林九郎在平康坊的宅子离勤政楼只有两方之隔，路上行人拥塞，必须提早动身。一旦迟了，林贼得入勤政楼，那里有陈玄李将军带着神武军护卫，我们就没机会再下手了。郭思四出了点问题，我的人去断线，我要等他回来。不用等了，谁也没打算活下来，死一个部下有什么关系？来的路上听说波斯寺全寺僧人被屠了，你的人手笔那么大，要么已经战死，要么就被人活捉了，不然此时早已全城追查。他不会被人捉住的。你以为张小金是吃白饭的吗？张都尉说此女在长明坊伏火雷出闸之时出现过，之后去了景寺，企图掐断线索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怀远坊见过他。狼卫屠格鲁大闹怀远坊之后，房门关闭，此女曾经想混出房门。怀远坊，记住是，今日有何事涉及义兄龙波？今日。长安余图在怀远坊被狼卫内应劫走，怀远坊有龙波的一处住所，修正坊有狼卫的藏身之所，昌明坊傲然宅院都是以龙波的名义租下的，还有今日苏记车行运送的食指，收货人也是龙波。怀远坊中的李正曾经说过，龙波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，他的娘子总在手臂上用绳子系几枚钱。
弄醒他，问出龙波的下落，我们就知道复活雷的去向。思成还是暂避吧，让徐某来查，免得不安全。你去查平康方刘姐住所，那里是守拙郎的秘密联络地点。查清其守拙郎来自哪座守拙城，该城最近一年的最大一笔交易，还有交易对象都是谁。这大唐边境守拙城大大小小上百座，守拙郎行事谨慎，交易从不留痕迹，徐某怕一时半刻查不出来。姚若能，嗯，把静安司所有的署员都召回，助徐主事查案，若有人问及的话，便说静安司另案调查波斯司命案。望楼传个令，不就都回来了？这点小事就别麻烦我了。望楼不能再用了，通传路三十千行，以逃遁吴总。望楼传递的消息，他都能转移。三十几家本里，一家一家就去找也没问题，但人家上街关灯，举家旅行，这我就管不了了。都找齐了，也许是三天之后，望楼还是跑腿，你自己决定。望楼不用密令，用阵挂三阴，阵苏苏，阵行无声。好，徐主事。哦，你怎么还不走？还是让徐某同查吧。徐主事，让门外守军也听候，我不叫的话，不准靠近。心中有鬼，不敢让你瞧见。龙波在哪儿？三百桶扑火雷在哪儿？你给我解开一声，我给你打明白。我只问龙波会带着伏火雷途经何处。随意，我不着急，你急。静安寺隔壁有密道，刻意不走大门，虽妾带走了静安寺的吕边军，但报信的兄弟说押解余长的还有禁军机要校尉，不准那里入伙部署。你不管，你不管，你换，快换。
甘守成将军报称，静安寺得了重要证人，破案在即。让甘守成把人撤了吧。右小尉这个时候就别掺和了，现在咱们争功时。是，这就令他们撤兵。紧挨着金兆府。是，金兆府常驻侯四十八名，节假还要再增一九人巡逻队伍。那锦囊观呢？为了障人耳目，反而无人看管，人相客出入。八楼传的信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望楼传的信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预先约定的暗语，意为四归。景安寺又要查案子了，得了什么新线索吧？抓到我一个人，多万吧。这个人别要了。敢在静安寺查清前，咱们的事得动手。林福抱团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兄弟。你不用想救他出来，你没时间也没有那个必要。他被人看见过，已经没用了。知道的都得死。恩必报，债必偿。皮肤和手镯是一样的，都要靠信誉行走江湖。你们收了我的钱，就要听我的命令行事，这是规矩，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破。平生我是一个不爱按照别人的规矩办事情的人，怎么办呢？郭律师方才让禁军到乐游园何老的宅子里去捉我了，我已经暴露了，今日是我最后的复仇机会，必须成。非要去救他，我拦不住。但是你去了也是白去，那个人活不了了。你若非要去，你手下的这些兄弟们，一个钱的酬金也拿不到。